中国历来在这个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。我们也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、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。中俄之间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，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。